主料，蜜酒250克，浮小麦15克，黄芪30克，大枣12粒。辅料姜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浮小麦洗净，大枣清水洗净，黄药剪短一些并洗净，蜜酒洗净，沥干水分，热锅倒入点油，将洗净的泥鳅倒入锅中，爆香一下，捞起，炖中里放入浮小麦、黄芪与大枣，再将泥鳅放入，注入两碗清水，加盖，隔水炖两小时，要入一碟盐花即可饮用。烹饪技巧：泥鳅用油锅爆香一下，这样可以将泥鳅的腥味剔除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关注 TTNewsD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